又看了一下，确实张旭站在了李指导身旁、啊、对，我觉得呀，这恐怕是一个也是挺临时的变化啊、嗯、因为如果张旭今天不打的话，咱们上午那个采访应该会谈到这件事情。对，那这样的话呢，对上海队的内线来说呀，恐怕是有一些雪上加霜。那今天看看是不是又得斯科拉先发了，不然没中锋了。对，就是他们真的是缺了张兆旭呢，就没有高点，没有高度，也没有中锋了、啊。缺了张兆旭以后啊，这个队除了斯科拉，最高的球员朱莹吧，朱莹的报名身高也只有2米。严鹏高，没有，严鹏就可能就是王彤了。哦，严鹏不高，对，就是王彤，就是王彤，超2米，2米02，对，2米02。那你想想辽宁队是。辽宁队那是一个贺天举都是2米05的球员、啊、对，那上海队今天这个比赛难度变得更大了啊。张旭在篮下保护篮板球和保护篮筐的作用啊，在这个队心里是很难替代的。是，但是我们看到上海队这个还是12人报名啊，是人还是带的挺齐的。是是是，出征名单里还是有够多的人。嗯，今天应该比赛阵容里也没有太亮吧，没看到。嗯，看来过去两场都没有打。对，赛季的第一次缺阵啊，前面23场打满了，今天张兆旭也是赛季的首度缺阵。是，张兆旭还是 CBA 的封盖王啊。反正看到今天这个阵容推测呢，科拉恐怕今天是要打先发啊。哎，斯科拉坐回去了，哇！上海队前锋啊，王彤、王彤、朱莹、弗雷戴特和罗汉臣，王彤打五号位，朱莹来打四号位，嗯，然后卢伟打三，然后后场罗汉、弗雷戴特，小个阵容啊、嗯，有想法。来，这个看辽宁队这边呢，还是郭艾伦、高诗妍、哈德森、李晓旭和韩德君。上海队的先发中锋王彤2米02，四号位的朱莹2米，嗯，三号位的卢伟1米94啊。对，然后两个后场都没过1米9，没过1米9，没准能有迹象，看看这个机动性啊。进攻端啊，其实我倒不太担心上海队这个阵容，但是防守端可能会遇到一些比较大的麻烦。我们看看大韩能不能在开场就建立这种毁灭性优势。这个看着辽宁队这个开场啊，辽宁球迷老是开玩笑说每次都以为魏猛要先发。对。比较会选位吧，嗯，比较会选位，魏猛每次都坐在 C 位上。下面介绍双方首发队伍：上海哔哩哔哩队12号卢伟，19号朱颖，25号王彤，32号弗雷戴特。哎呀，敢在 CBA 派出这么一套先发的呀，也只有邱平知道。哎。道行深，看看今天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把一些我们觉得还挺能打的球员留到了二阵容。也没有，我觉得二阵容其实主要也就是留下了斯科拉，对吧？今天没让唐子豪打先发啊。我猜罗志可能是他二阵容埋的一个大点啊。但罗志的竞技状态，我们现在还是挺未知数的。是。没让，没让唐子豪上、啊。对，唐子豪今天没有打先发，三号位是给了卢伟。对，给卢伟呢，跟唐子豪的区别就是一个能攻，一个善守啊。所以看看吧，摆出了一个小个阵容的攻击阵型。跳球，王彤在尽力的跟大汉争啊。辽宁队获得今天比赛第一攻，我们来看看防守对位。朱莹扛大汉，朱莹扛大汉、啊。哎呦，王彤去对李晓旭。然后明确的叫大韩啊，哎，第一次是一个，这是个前场球啊，碰到了弗雷戴特，碰到了。对，朱莹呢是今年球队选来的新秀啊，是上海队青年队二队培养出来的。其实就是自己做一个选秀的流程啊。对，朱莹今年23岁。试投一个。郭艾伦啊，最近有一个小问题是他的三分命中率下来了。最近三分钟已经从40滑到36了。王彤，王彤来跟
李晓旭两个人来卡篮板啊。哎呦，大韩点两次没点进去，罗汉真拿到3-2，速度真快。嗯，上海队今天取得了比赛的第一分。我觉得辽宁队啊，倒是不用着急的，非得用大韩说撵多少次主赢啊。他们正常打，每个点上的能力还是应该平均发挥的。嗯，哈森绕出来，开场外线两个人都没势头投进。这个给的稍微有点冒失了，因为你给到芦苇那个位置，大韩也回来了，不好攻。就芦苇即便能接到呢，也是他所擅长的进攻防守的。李晓旭一个标志性的两分钟头。但是罗汉琛打球呢，今年啊比去年的果敢程度以及自己的主动性啊还是高太多了。嗯，但奎塞特持球了，基地没给过去，哈德森防着呢，两次的跑后门反切啊。哎呦，王彤真能跳，有威胁啊。郭艾伦是感受到了身后对手给他带来的威胁，上篮失准了。王彤不愧是 CBA 最能跳的球员之一啊。对，王彤这个球员是能够亲吻篮筐的人。嗯，好球，这就是我们说上芦苇和唐子豪的区别。嗯，芦苇自投自抢啊，芦苇要休息的时候呢，球队在这个位置还能顶上黄旭，嗯，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年轻投手。我们看这一节辽宁队开场2分钟7投1中，那这可不是他们常见的进攻效率。看高世炎的，高世炎不知道有没有听到吕道的评价啊？看到今天辽宁队啊，特别需要我们的声音，能听，肯定能听到。他听到也得有人告诉他，镜头反复给到了朱颖，帅小伙子今天上来防大韩，嗯，估计自己领到这个任务的时候吓一跳。反正高低这100多斤，今儿就交在这儿了啊。那他跟大韩体重，差不多能差出一个罗汉身体吧。这球罗汉身有点冒失了，不应该这么给的。看个退防，辽宁队今天开局真的是太放松了啊，太放松了。双方这段时间错进错出啊。开场防对方外援的任务呢，辽宁队还是交给高世炎啊。嗯。但今天没有刘志轩的话，后续的防守任务看看是不是丛明晨来担任。哇，福神挡的不是特别结实，墙头前飘式的三分球。王彤抢了一个前场篮板。罗汉琛的二次进攻，这就是我们提到罗汉琛啊，今年在比赛里的存在感啊，和去年相比真的是完全不同的。嗯，有点像他在深圳就是打得最好受伤之前的那一个赛季。嗯，放郭艾伦，郭艾伦命中了。嗯，还是不能放的啊，虽然郭艾伦在过去两场比赛里17次三分出手进了6个，但是还是要提高重视。这就是朱莹的比赛经验的问题啊。但是没进，今天太多的这种篮下点没点进啊！我估计可能辽宁队现在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情况了。哎呦，朱莹来一条龙！哎，没关系啊，掌声鼓励一下我们辽宁队的身体还是好，年轻啊。嗯，关键是这个球阿森没上进啊，然后李晓旭补篮还没进。之前那次就是反击当中郭艾伦没上进，嗯，然后是不是也是李晓旭补的没补进？对。然后大汉篮底下已经又各丢了几个了。嗯，朱莹，朱莹这个赛季啊，本场之前一共就得了5分球。对，啊，近6轮才进入到轮换。是，也是因为内线实在实在没人了，想起来朱莹了。朱莹在青年队的时候，应该在上海篮坛是很受期待的。今天上海这帮小伙子呀，就是拼字当头，我们能够看出来场上这种积极性，嗯，摆出一个就是拼对手的低姿态。郭艾伦也把自己的队友叫过来说，咱们得紧紧，确实开场太松懈了，咱们说这么大可不行啊。嗯，上海队这个阵容啊，上来势之以弱啊，然后呢击之以强。辽宁队确实就应该打得比现在好一点。没错，哈德森一个假传真上，嗯，还是反超了。那个芦苇，弗雷塞特很难接到球，高世炎防得不错。嗯，
高诗岩的任务呢，先发里就是四拆外援啊，而且他脚底下足够快。对，足赢。辽宁队还是想抓一些快速的机会，回过点神来了。对，开局太不准。开局主要是篮底下连续搁不进去啊，这个没道理。嗯。我们看，趁着这个罚球的间隙啊，李指导把朱莹和罗汉琛叫到了一边说几句。嗯。赵继伟，康复的进程相当的理想啊。没有，二哥早了，王总，哈森还是不进三分，救回来，嗯，高天救的不错，这球救的漂亮，重新再打一个掩护，回过来，这个李晓旭和大韩在篮下连续打成这个，我觉得辽宁队场上这个心神是稳定了，辽宁队就是确认了一下，哦，我们内线还是优势挺大的。然后就疑惑，他打不进是什么情况？对，大韩赛季场均13+9啊，投篮和罚球命中率还是很稳定。全场的领防，罗汉琛这儿面对郭艾伦的纠缠啊，也不好受啊，压力也还是挺大的。这个接到球，嗯，大韩延误。他还能出来挡着一下，挺重要的。三个人围他呀，还在转，打进，自己就是要得分。哇，这是一打三，一打四啊！这是今天福神的首度得分吧？对。咱们队这个球啊，还是有点停滞，开展的比较慢。篮下去协防大韩，那肯定外线就少一个人。嗯，李晓旭的篮板优势也体现出来了。李晓旭呢，本来就是前场篮板怪啊，然后今天他的身高2.08米，对上对面的内线同样是很大的优势。王彤啊，王彤能蹦，但是王彤真的不是很能卡得住李晓旭这种篮板手，卡不住。陆伟扔，行，辽宁出射手啊，嗯，而且陆伟啊，其实因为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多年经历 CBA 沉浮的射手，但是本赛季其实他投的不好啊，嗯，29%的命中率，可是今天的重任在肩，差点队变联防了，又是没搁进去，是，差点队这个回合突然变联防，早教弗雷戴特。这掩护进来，迪欧铁篮没进。辽宁队防的比较明确的一点就是弗雷特，我不给你三分的。对，漂亮！哈森这个球在双人夹击之下还能跳起来，嗯，找到人出球，而且很精确，非常难。我对哈森的评价呢，就是这个球员啊，已经过了他最挣扎那段时间了。嗯，现在拿完那冠军以后啊，他这个打球进入新境界了。我知道什么时候该干什么。对，不勉强自己了。嗯，很多时候想起。抢篮板，哎呦，朱莹不错，先把自己扔起来，果断点，果断点。上海队这个阵容如果要不果断的话，那确实机会不会太多。嗯，但上海队，你说到目前为止啊，顶的还是可以啊。对啊。哎，要需要短了，没拍好。这个干扰之下，双人夹击，背传，小罗扔一个，好球！嗯，这就是我们说的，小罗今天的三分球是投的最棒的一年啊。虽然每场呢只进半个，是两场进一个啊，嗯，但是稳定性还是不错，而且最近也越来越多呀。嗯，上场比赛进了一个，高位的一个牛角之后，我们看看分到哈森，短了。短距离能助攻了，嗯嗯。
啊，对啊，这俩轻量级内线一会儿的这个犯规问题啊，恐怕也会困扰他们一下啊。对，辽宁队很明确啊，阵地进攻呢，两个内线的这个高个啊往下一扎，就吸引了上海队大量的收缩回防。我们看张胜旭应该是坐在现在被篮板挡住那个地方，板凳的最末端啊。嗯。啊，给到了啊！哦，今天蔡亮也是穿着羽绒服，嗯，就张胜旭那个衣服呀，还打不了。嗯，肯定，蔡亮开场的时候你也没有看见他，张胜旭那个衣服就是看上去状态比蔡亮那个还要好一点，还要好点，对吧？啊，今天呢，说实在的 ，probably 是吧？Questionable 啊，蔡亮那个就是，如果今天多一个蔡亮的话，也能好很多。对啊，哎呦，盖一个，这是王彤的特点啊。因为他出色的身体素质和对于对手这个起跳的这种预判还是不错的，所以场均呢有0.84的分量，而且王彤今天上来已经盖了郭艾伦脸了。嗯，王彤估计是听了教练重点放郭艾伦的布置啊，中程上了，嗯，然后布兰登巴斯也上了，中程最近状态还不错啊，杨明扔一。中程拿前场板，今天的轮换呢，我们看还是跟这个刘志轩不打有关系。今天先轮换的时候啊，高诗岩平时是第一个下的，但今天现在还留在场上啊。嗯。进攻篮板球，本节到现在10个。朱莹啊，是第二次犯规。嗯啊。郭艾伦今天的第二个三分球，包办球队的两记三分。郭艾伦应该四投两中，嗯嗯，今天就是两分球一个都没进，都被王彤盖了，掏了手，好球王彤，这个亚肩这一下非常漂亮啊，嗯，而且王彤也很快的发现了对方那些没有大寒的时候啊，还可以打一打啊，嗯，漂亮，好球，哎呦，郭艾伦这个大跳步一下过了两个人，而且最后绕回来这个传球也很隐蔽啊，嗯。郭艾伦今年呢，真的是 MVP 的有力竞争者，没错。对，弗雷戴特啊，嗯，他在三分，在这两个赛季受阻的时候，他这种抛投一旦好，那他这场比赛的状态就会好很多。嗯，而且这种抛投对他来说是相对省劲儿的比赛方式啊。嗯。再拧一个，哦，有了二加一啊！郭艾伦现在的绝技后转身。这两个回合，郭艾伦让现场的球迷看到了兴奋点。嗯，这个犯规我们看吹在谁的身上？这不是又是朱莹吗？这就是第三次。如果吹朱莹的话，这朱莹犯规数已经很多了。嗯，有谁可换呢？现在反正是没换啊。高诗岩下了，上丛明晨了吧？郭艾伦今天第一节应该是全队状态最好的一个啊。嗯。上海哔哩哔哩队上岩鹏，上岩鹏替朱莹吗？对，估计是。嗯，岩鹏呢，这是本赛季的第二次亮相，上一场是首秀，那是打八一，上上一场打八一是首秀，上来三分钟四个犯规，嗯，投进了一个三分球。上一场打广厦没赶上上啊，弗雷戴特这个篮儿要是投不开，今天上海队的进攻指望不住。郭艾伦条龙，哎呀，真是行运一条龙啊！29-20，辽宁队在过去的几分钟找到了感觉，尤其是郭艾伦在统治着对手的篮下啊，每攻必成。嗯，我们把时间呢交给小新。嗯，好的。那接下来呢，来跟大家分享两个事情。首先呢是 CBA 激战正酣，你想知道本周有哪些比赛不容错过吗？或者是你想知道你最喜欢的女主播将会出现在哪一场比赛当中？您都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，或者是在微信中直接搜索并关注这个直播汪，就可以体验播汪带给大家的种种乐趣了。那另外呢，是2018年即将过去了，
腾讯 CBA 栏目呢是特别推出中国篮球年度调查，深入了解中国的球迷朋友们。从12月17号开始，每五天呢将会推出一期节目，一共有三期。现在呢第三期正在进行当中，大家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我们的这个企鹅 CBA。来关注它之后呢，就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调查当中。参与呢就有机会获得腾讯体育高级会员大奖，连续参与三期呢还有千元 Q 币以及CBA 球星的这个签名照等好礼都在等着你，赶紧来扫码关注吧。嗯，我哥，好的，谢谢小新啊。我们以为你播完了之后就可以直接回现场了。哦，啊，原来我这不抓紧的说着吗？原来说的这么快啊，确实回了，让我有点措手不及啊。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吧。9分的分差，2分45秒的时间，第一节才结束。李指导上斯科拉了，上斯科拉了啊！看看变一套阵容会怎么样？上斯科拉，上孟令源，上黄旭，黄旭，德智啊，还是轮转比较靠后一点。对，上来是忠诚来防斯科拉，芦苇留在了场上，这是李指导今天第二条锦囊妙计啊。陈明晨，怪罗应该已经得分上双了吧？哎呦，怪罗这个小菠萝转起来啊！就是比亚军刷新的慢啊。怪罗现在的比赛配乐变成了刀枪啊。何天举要上，斯科拉斗出来，打巴斯。巧劲儿的是过不去的，巴斯的对抗太好了。而且巴斯啊，这一下防的还是挺有经验的啊，没有任何的吃火。这三分，怪伦打得有点兴奋了，兴奋了。好球，漂亮，杨明的这种不堪人传球啊，就是杨明的代表作。对，球没拿稳，是的，但是芦苇能拿到。在啊，不在一个频率上。好球！哎，果断啊！严鹏，严鹏本赛季的第一个两分球进账。范子豪要准备上。唐涛应该是替芦苇了。这个打得比较久了，巴斯往后撤吗？突起来，哦哟，时间卡的还是不错的。陈明晨今年又40%的三分命中率啊，拍脚上了，比赛继续。杨明捡到球，1-1。杨明最后一下能看出来岁月的痕迹啊。中山那个球往回救的呢，有点着急。给呀，中山那个球是能拿下来的，我觉得。还需要库斯克拉。今天啊，忠诚特别的积极，掌声鼓励一下忠诚。忠诚刚那个球啊，他是不是想抓下来，能够给到郭艾伦就直接上？对。上海 哔哩哔哩 队请求换人。芦苇几乎打满了整节，是下来喘口气儿啊。这一节的最后一攻，看看孟令源的发起，2秒，最后时刻给了走步，在理想24秒理想之前，即便没给走步呢，布兰登巴斯手也盖到球了，是孟令源到跟前去顶巴斯啊，那实在是顶不动啊。对，他的对抗在后卫里呢，本土后卫里算好的，但确实是，这个差距太大了啊。33-22，这是第一节节末的比分啊，两队就状态不快。